在西南正在吃盒饭。你自己带的。哎，有没有见到陈佳欣？在办公室里啊。陈佳欣。这午休时间都已经过了，你怎么还在吃东西？我这事儿很急啊。我刚才有点耽搁吃饭了，我现在马上给你弄。赶紧的。嗯嗯。我不是告诉过你要抬头挺胸吗？陈佳欣，不是跟你说公司那几天要团建，你为什么又请假？让谁留在公司接电话收快递啊？拿回去。哦，可是我真的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。你这人怎么那么自私啊？难道是要全公司的人配合你改团建的时间吗？啊？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陈佳欣，来让一下，你为什么把我健身房会员给停了？刚分手就过河拆桥是不是？你不想想，你听到是谁给你买的？手机是谁送你的？你的会员费是从我这自动续费的，电脑是你挑的。可是我分期付的款，手机也是充话费送的，你从来没有为我花过一分钱。刚分手就学会顶嘴了，啊！当时跟我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，嘴巴可不是这样的。你放开我！啊啊啊！谁啊？谁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怎么自己送上门了？又是你！你放开！给陈佳欣道歉。放开我！啊！对不起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再骚扰陈佳欣，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。搞得一塌糊涂，真是。李总，你没事吧？你觉得我会没事吗？明明是闹事人不对，你却怪被害者。明明是员工正当理由请假，你却百般挑事儿。我说你们公司的员工都像你一样吗？还是说你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欺负老实的员工？看来我要好好找沈律师聊一聊了。哎，易总，我跟你讲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其实只是叫加班。我收，我收。陈佳欣，跟我走。啊？